战法里面过了，过了。接下来是题，还是七题？变都是拿全团扣血，哎呦，出大题了！出大题了！出大题了！出大题吧！石头长月，闭嘴！你觉得出大题？出大题了！我就说吧，我就说今天要出大题，我就说会出大题吧，不相信我拿出大题了！我拿出大题，你看这出大题了！哎，这个界面有点漂亮，我今天不是开小号啊！出大题了，你看，看，看，看！这界面有点漂亮。我可以批评，你可以批评他是吗？我看，你就说嘛呀！好啊，哇，有神奇！我怎么突然亮一下？我要不要拍呢？太狂了吧！今天多少号？哎，今天我踩的哦。不乖，把我捡起来！来，这两张是关键，你们过了50万就拍到了吧？快捡我！也太夸张！这样我真的心结。如果我左右光头也拍不到，我都不要，我要三天不敢捡人，捡人，三号就好了。捡人，捡人，捡人，来倒数。3、2、1，我觉得我们在打野战团，完全没有什么战绩。四张双一，变成团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起来。那每个人被点起来，我是在那个波喊话语言型。别怕，别怕，不一定的。不难过。后方，后方，妈的！没差，高没。让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好亮哦，还断线。哦，变成团。哎，插队越前进手会抖，哎，抖屁哦。他错就你要注意一下，你要注意一下哦。哦，团队要哎，绝认真。哎，等我下，等我下吗？空投应该很独占吧？他开始不会啊，他不会啊，他觉得空投不重要。我想要要起来都起来了吧？哦，重拍一次。他应该很，不过他应该很爽吧？我已经觉得没出大跌。来治疗双会，治疗加速的上一，治疗上，治疗加速上一千四。有没有人要？没有人要的话，我要出喽。来林南千，还有人要吗？到是第二组，我要认真听。停停停，都给你停。一，截标。你看到人生第一颗大屏，然后开全部。我就说我很红红。看到人生第二颗大屏，啊、然后开他妈长屏。凡西啊，该来青玉流喽！你们给我说上一句。石头上月，你懂吗？不伤害，四损不痕，下一个就是石头上月啦。下一个就师徒苍月啦，富商爱四水魂，下一个就是你啊，没有，有钱再说啦。来跟谷内功破防命中的上一，没有人要吗？倒数，来剑子雨辰1000，还有人要吗？倒数，3、2、1，大铁几万钱？10万，10万，那个10万，铁标，10万，等等等，我想要有个参与感，不要喊太快好吗？等一下，你们那个大姐可不可以先让我喊个10，让我参与一下？可以让我喊个15万吗？你们有参与感吗？10万就完蛋了哦。还没开始，武器多少啊？武器3000。对，来这个外公破防命中的轻剑3000。哎，我觉得快满了。你说这把剑吗？要快对穿了，如果再打底的话，不是你要穿自己转还行要吗？对，十五发倒数喽。没有，我是说单点会满。师徒，师徒你不拍吗？破防面中。师徒想买吗？对，师徒。师徒呢？师徒看到大点都不笑。师徒的这个翻转可以买。很多批个。3000，请你转喊4000。哦哟，喊到喊三浪，你是白痴吗？不用打了啦。哦，梦露要那个了，他要实况拍大铁。哎，今天谁进本啊？哇，过了。我。师傅，他大铁转天罗了，不想给赞哎。五万，倒数。哎，我先关一下，我给人家忘忘记了。别标。副本是空气。出什么？电子雨神。文王要长歌2000，写作出2000。11000。21000，31000，41000，51000，61000。杜平灯干嘛？站好了。我直接用喊的比较快、啊。P， 踩，哎。全部都有没有？我踩够红了吧？
你们要不要定个时间？有人可能是要去借钱什么的。我们有这种拉皮小将。空桶，你不是开空桶哎，怎么办？不重要了。笑他。来，文王妖七秀，文王妖七秀。不要逼我做青玉流。来结了两千，拜拜你。我不要啊，我要脚牌。哎、欸，我红别人不红自己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万花只有天涯吗？对啊。那我就五千插给他了。等一下，刚刚是别的牌吧？我看到大体现在头有点晕。他就我们可以从一斤开始喊吗？肯定是杰克曼太红啊！怎么杰克曼？我红的好吗？我踩的粉呢、欸？白龙王腰带少林，三个和尚。你们的腰带好不看怎么不说今天我转奶，所以才会这样子？你怎么不说今天我开高所以才会出？不知道主持之前是有一天跟我讲，有一点跟我讲，跟我讲，我礼拜六。全部都 BDO 纠结一点好了，你以后都开纠结出大。哎，德德哥，你不觉得是我们之前做 logo 的时候，我大家叫东厂做了一个莱科大铁的印章、啊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莱科大铁，哎，德德哥，我忘记改图了，我忘记改图了，我忘记把花期长春改成莱科大铁。我之前我等一下就去改。罗全，你720可以换掉啦，是不是？真的就去改。空桶，你要不要给个借钱的时间？有这段时间，反正大铁有人需要吗？需要打个一啊！你可以有人要借钱，你别忘在这边，别忘了可以。你需要借钱啊？那我们拍到哎，我们两点，哎，十一点，两点四十，两点十一点四十 OK 吗？哇，拍到十一点四十，可以这样借哦。哎，猫犬，你先把身上所有钱借我。猫犬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怎么会认为猫钱会借你们钱呢？那我是借我钱吧。十一点四十。那我先从、嗯，那我先开始拍喽。空空猫钱刀子太多了。猫钱你要拍几块？十万起、哎。你们不会让我参与一下吗？我也要参与。回味五十万有效。来拍到四十分，拍到四十分，你们要去借钱的可以借。我们喊太快了，我想要参与啊！你们可以喊一下十五之类的。知土常用做钱最高六十。我很想去上厕所，你们赶快喊这个动作让我去上厕所。师徒六十万哦，你去上厕所啊，你去，你就去上啊，就他们自己跳表。你回来再看师徒，师徒目前六十万。有没有注意一下最高是谁哦？我现在要借钱的快借哦，喊到四十分，四十分，到四十分。现在要拉币的出门还来得及，好不好？对，出门还来得及哦。现在赶快去拉一拉。我的徒弟们好像都不在。等过年了，第一点四十。好像又有人叫末路买大铁。哎，末路要不要再买一次？再买。没有了，小号了。等一下，晨曦有三十万，胡哥说他有三十万，加起来。没关系，中分都一万八了。我这样加起来有八十万呢、欸。现在多少了？是不是啊？你要想一件事情，晨曦会晨曦跟虎哥到底会借给谁？对哈、哦，这才是重点啊！来，那个目前师徒汤约六十万，师徒汤约六十万，来，玉总六十一万，来，师徒七十万哦，师徒七十万哦，师徒的有效，师徒的有效，杰二冲啊！杰二冲！少林女神，少林女神，杰二，末路赶快！然后目前八五九一有一比一三三的哈，你们自己去看。棉花糖猫犬八十万，棉花糖猫犬太有钱了，有钱没地方花。来，那个八五九一有一比一三三哦，自己去注意一下。来，九十万哦。哥，哎，想想别问，想要让你纠结，反正四十分嘛，说好四十分啊，你就慢慢想，你还有很久可以讲啊。师徒汤月九十万，师徒汤月九十万。那个有自己的形象的，请注意一下，现在有人在直播，有没有听到文正经吗？我刚应该没有说什么。师徒不给交流啊。啊，师徒汤月九十万。
四十分哦。啊，七三九一有一比一六二哈。哦，巅峰在几下？阿杰，我以为你有开实况。有开，不是王子。现在谁最高啊？师徒上月九十万吧。怎么又是常见？不，哎，又是常见。刚才常见最喜欢很喜欢做背部挂件的。来，借我钱，借我钱，有没有人要借我钱？我要喊。我在和平喊，有没有人要赞助我？啊，是超越九十万，小的有十万。所以我先发现在吗？我两个徒弟都消失哎，每次出大帖他们都消失。我先看看我能不能凑到一百万啊！可以先收。那跟天涯你们要借我吗？我现在只有二十四万而已。不如我有三十，我先收钱，然后。啊，先收。目前师徒超越九十万。哦，我先收钱，先发嘛。我是小红豆。自称。自称，改那个自称给掉。自称小红豆。我没有记错哈。我先问一下歌神要不要借我钱好了，他借我钱了就完蛋了。现实的钱然后苏苏拉币吗？我这边还有二十六。我现在不知道你们有谁要愿意借我钱？想成为成屋马白。我想一下，你们每个人都刷，我就每个人都借哦。不对，我们应该要先截图了，下次就遇不到了耶。早就截了，素素姐，你就算没有截，还有影片可以截啊，你按个暂停就可以截了哈。没有了，我早就截图了，师傅传给你。九十万，到时候借不是了。借一下哦。开放借钱，你们这些喊的是真的要借吗？重点是你借什么时候会还，不是说你要借就借。这样子的话，十钻就一千块了。一千块是一钻。对不做吗？16万。我在考虑。反正到四十分嘛，你们还有二十分钟啊，可以借钱，可以拉币。啊，可以借钱。反正四十分就是要搞出钱一下。对，你们要搞出钱吗？对啊，我想一下。你不要最后真的不要手抖插错，不要。手抖插错是不能换的哦。是好像是可以交易耶。不能。哦，不行哦。不能交易的。不行交易。五千块一只赤兔。来哦，自己去拉哦，自己去借哦。目前是兔汤月已经出门买币了，我不知道他会买多少、啊。我们不要讲这么可怕好不好？是兔汤月，路上小心啊！你不要那个。他直接你在喊一百万吗？然后你就说你直接买一百万。你喊一百了，杜宇。我喊一百。好，一百万哦，杜宇一百万哦。这个真不愧是九零年代用六十万买成内裤的人、啊。小王不是准备哪只买到就当主号吗？哇天哪，不管是六十万还是六十一万，都是很多的钱。还有没给钱吗？我要发欠债喽。我还没给啊，你先点我交易。挂一次吗？你先点我交易啊！我不是很想交易。目前一百万，目前一百万，杜宇一百万。寻找杜宇。是师徒，你不是去买地了吗？一百一十万，我就喊一一一嘛，四十五问你是一一拍到的吗？杜宇一一一哦，一一一哦，一一二，杜宇还不你们可以慢慢的一一三继续下去吗？那你可以先去买币啊，
穿越也可以先买没关系，慢慢快。你喊的话，会等时间没回来，我们会等你的。会等你，你们这个时间没回来也会等你。对，我们就等你。这四十分只是你们存钱的时间。对，如果你们四十分存到钱的时候，就是另外一个开始了。慢慢来，注意安全。慢慢来，不急。生命比大体重要。对，你不要为了买大体。你收钱了吗？你可以先发第一波薪水。你可以先发第一波。我趁现在去弄我们的那个方会 logo， 把它改成莱科大体。还是我欠什么？我买什么？啊，我买唱歌。买唱歌不完。你大家自己电脑交易哦，然后杜颖记得你身上只能装99万，所以你清查说他含120。你等一下，他拍到的话，你要跟他说你先给我多少，然后再丢进去拍卖里面，然后再叫他给你多少，再丢进去拍卖里面，要分两次、哦、三次，说不定我自己丢就好了。你自己丢，可是你还是身上只能装99万，你还是要跟他叫他给多少这样。就是跟借钱的人一次自发、啊。我还在想要不要到底要不要买。我放心啦，我现在身上一次可以放90万，我就身上能放。一在一定会再喊上去啊！借那么多钱啊，这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我现在开档案，感觉会累，有点害怕。还有谁没给钱？是不是有人想要逃过我的华眼？华眼，哎、欸，制作团员就是你，多少？欠2500赚出去拉币，给我回来。现在喊多少了？现在113啊！哦，我跳了一下。为什么要拒绝我呢？等下我不能跳吗？可以。不要逼我说出那句话哦。我开心。我霸道，我不猜，我不行，好，好。我先帮他付95000，先帮他付那个吧。所以我要再补90500进去，29800。5113。杜宇，你要不要出去拉币啊？我不要拉币啊。他钱我出去拉币，想要搜刮徒儿们的财产，有点远。不要，不要跟豆腐借钱。先发一次。哎，这个是第一次薪水哦，这是第一次薪水哦。那四组创业不在，还不是按下去啊？我先帮他贴了。我拿钱2500，就少一个嘛。对，我先帮他贴2500。万吗？这薪水11000吗？我不知道，领太多薪水都放在这只身上。住宿点，目前113。土豪出门还领回来。这么晚是可以、啊、钱爆掉会怎样？爆掉就会记到剩下记性哦。汪雪，你现在可以把钱放我身上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看看我真诚的眼神，我们打这个戏打那么久了，你要相信我啊，对不对？放个50万就没有问题哦。当然是吗？失业吗？怎么？啊！等，我电脑宕机了。我明明发誓我不会再开 Photoshop 的，然而我还是打开它。为了帮克莱特大姐。对。哦，钱已经发了。可以退队喽！屁的，可以退你妈逼！我就自己插自己。我知道为什么会出大铁了，因为空桶，你今天不是开空桶啊？看你是反应才到吗？原来你现在发现哦，你现在反应才到吗？你会不会太慢了？你们不觉得其实是空桶的黑跟我的黑负负得正吗？要是负负得正，哎、欸，我游戏当家，你还不如说原本要打第一。
不知道是谁在我出间跟我突然回来，哎、欸，对哈，我赶快来打本，值得。蜀味烘焙宴是什么啊？听起来好像波卡。哎、欸，刚刚有出武器吗？哦，剑穿武器。有剑穿武器。我游戏有断线吗？因为我游戏断掉了。没关系啊，我的 Photoshop 也当掉了。现在113嘛，我算一下。啊、欸，我把大姐PO在七秀赖群，然后有人放一张很心痛的表情。后来直接放一个趴在地板上的表情。那、啊、你们其他人都没打算要拍哦？没钱呐、啊！没钱呐、啊！我也没钱啊，四处借钱呢、欸。对，我也不想要拍一颗那么贵的大铁来当底片。你知道我的大铁最高，我只接受500,000吗？还是等改版末期吧，那时候可能20万就20万就可以拿到了。20万就一个，好不好？上次90年代的时候。对。对啊，20万那个时候还有人跟我说不要买。然后杜宇113哦，不是80,000吗？我之前跟鱼羊的团就出啊，200,000啊。哎、欸，嗯，2000我帮你垫了，你先给我2000我吧。影色，我在你心里，在你后面了。我的档案好像要打开了。我看他读条消失了。我在偷拿你的动物。哦，我的游戏又正常。你想玩？你想好了吗？目前我113万哦，我113万。杜宇113啊，真的。杜宇113啊。现在是不是还在直播？现在直播我在那边说要把 logo 改来颗大铁。好，强月回来了。哪里来了？是啊。来个吉利点的777。你又打到了。你又打的。好，我打。这样才有证据。对。对。快想想之前那只长歌。下礼拜退团我就把你宰了。我现在116。师徒还要吗？你要等到40分啊！哦，对，要等到40分。愚蠢的人，没想到呛我。因为你够愚蠢。还是你想听这句话？因为我爸刚好就是参与游戏。好、哦、好。等一下，我的莱科大铁去哪了？嗯，我的莱科大铁呢？消失了。啊，对，我没有存档。读一下，郭东厂的那个科大铁字底有点粗，粗一点比较容易出嘛。莱科大铁超大一个字，真的，他上面写一板病哎，我的妈！对啊，他差错就来不及了，这不能重头哎。
的。那个你不能说的，绝对不能懂。真的、啊，就是、如果肚里拍到的话，是可以不能没拍。干，他就是我手抖啊，就那个人付钱吗？没有，那还是你付啊。苍月已经去拉了吗？还是他回来了？他已经拉了，他是拉老母还是？不是吗？等他一下吧，反正都要等他。你不用担心，长哥都在最后一排。大概不会看到我很急，又跑出去再拉一次，是拉不够吗？你帮我怎么了吗？我拉不到吗？100万是台币多少？一万多了，快用了，八千吧，八千。八千多啊，现在13了。都是智慧生物线。一个月不要交钱给家里。重点是大颗的好不好？小颗的随便都收集得满啊。大颗的你要遇到多难啊。都太好了。跟空洞打本都快满一年才看到这一颗。真的，小思有没有感动？小思。小师，你终于看过大铁了，满足。我可以先卖账号了。卖账号的不是买到大铁那个吗？账号亲戚帮会有没有？今天想打喷嚏，一直打不出来。原来打出来了。为什么要直播打喷嚏？嗯。想让大家都知道你打喷嚏。如果他要拍，他要拍要付钱，当然是可以等他，没关系。哎，棉花糖，棉花糖，今天有下大雨吗？湖哎、欸。今天跟南部都下大雨。啊，走了，阿彪很抓马了，因为他是用拉币的啊，我是直接跟人借钱。今天湖尾有下大雨吗？很大吗？路上的水都是淹的那种。所以你的窗户有淋湿吗？你的窗户有湿湿的吗？你的窗户有湿掉吗？就是水有喷进来吗？好，不要动。可是我说窗户有没有水啊？窗户外面，因为我晒完衣服才回家的，觉得完蛋，应该有，完蛋，没衣服穿了。你干嘛去帮你看一下啊？他人那么好，应该会帮你看。我明天从家里带多带几件。穿猫犬的啊，不行，他们身材有点差距，所以，做身高，不要想太多。你知道有直播吗？这样明天胡伟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反正自从空头说出了那句衣服的问题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直播没什么大，觉得被霸凌。你要开小号吗？我可以再帮你开一支号码群。我看你拉多少啊？钱放不下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再开一支小号。超99就是要换号码啦。你要放多少？你要放多少？你有跟我讲好了。对对对，那你和你来站至中间，他直接拉200万出生。来自，你要三，拉一下啊，直接开三条了，过来六。
他看见他工作。庆祝大碟，庆祝出大碟，我们来放个烟火。哦，对啊。你等一下把我卡掉先，心机毁灭。没关系的。卡掉先，为什么会世界毁灭？我觉得永远拍不到那个大碟。不会啦，现在应该都拍得到。那图画在哪里？你全部要卡掉先。德波，你可能要等一下。我开始上了。我的智慧型物件太多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了？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我应该复制贴上的。智慧型物件太吃我的那个智障。那就把智慧型物件弄得一般。全程要炸全部都吗？叫我小红手，哎、欸，你知道其实一二网我还想说惨了，今天会不会出一些烂妆啊？前面那妆好像都还都没有很好哎、欸，然后结果最后出大题，我还以为大家都在骗人呢、欸，这些陷阱。你还是真诚，萧瑟第一个看到的吗？我根本连摸都没有摸，而且打开之后还 biu 一下哎、欸。还放个小烟火给我们看。现在是杜宇的116吗？我116。116。你知道我想说喊个120吗？他家有卖鞭炮啦，突然想到。我不想借那么多钱。好哦。啊，120哦。制度上面现在120万，还有人要吗？应该没了吧。应该没人要了吧。120万，都没有人了哦。先团券一下，团券说，你发个团券。P 的就点左边 ，P 的点左边。通通我 P， 因为我现在不能切荧幕。好，我不能切画面。P 的点左边。杜宇是 P 吗？点左边。别放鞭炮啊！啊来，再犹豫一下，杜宇没问题的。左边是准备好了，不行，你要进来。苍月，你要不要先进来，然后再慢慢给钱？你要先进本才分得到你。你要先进本。怎么又是常见？啊，你又不还对面？常见都土豪啊。他们身上除了金银玉石，还是金银玉石啊？他们买了就要卖身，还有卖屁股。卖屁股啊？可是苍月的屁股有谁想买吗？你啊，谁要？我劈了，全部都劈了吗？小乐没点掉，他不在吗？还在考虑。能考虑的就考虑的就不要点掉。吴莫成，高级群。吴莫成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他做亲剑大臣，我干。吴莫成，吴莫成。我有在装逼吗？我的，他可能坐等薪水的。从此 PPP 的话，就打这个 C 了啦。听见的话。我喜欢去。杜宇，你已经，我已经中间了完。已经放弃你的形象了。我是。来，苍月，你先拿钱吧，反正我也没有点掉。形象这个，你先把钱拿出来，拿到吧。形象都不。慢慢来啊。慢慢来，不急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有钱可以跟你撕了。对，下礼拜，哎、欸，苍磊，今天我小铁玩是19多少？194吗？看要不要等等打个双十啊，双十条啊。我已经批了，我已经批了，虽然我没有打字出来，还可以无耻的下批吧。你真的不要喊批哦。好了，我喊批，我喊批。杰乐在吗？杰乐刚刚应该没有喊价吧？乔乐在吗？乔乐有说在你吗？制度超越份拍到之后就退团了，把你砍了，不能退团，制度超越退团就砍了。流金岁月是吧？流金岁月是吧？那方是谁来着？如林秋意是吧？啊，如林秋意是吧？
一颗大铁就是跟我们签约一年哦，知道吗？我靠！签约到一百整，过几天八五九是叫四文王大成武，长鱼出售，大铁还没做出来，常见。可 PPE 可 PPP。哎，吴莫应该是站理吧？他应该不会拍，小乐应该不会拍。他刚刚不是说他去吃盐酥鸡吗？然后那小乐，我也想吃盐酥鸡。盐酥鸡。也是去在漫步思考。这是你找到人了吗？借钱。哎、欸，我的只要好了。有没有人钱、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做内裤？做那个切糕内裤铸造的切糕内裤铸造的。我没有。耶，收获！我来拍一下。啊，七七会。可以，麻烦帮我再看一下吗？可以，哎，都收获完。抓住了，牛津最冷那边有两个中大成物啊，太夸张了。已经有一个大成物中箭，就是做亲近给他们看。之徒，虽然听见好像没什么用。但我们帮最土豪是谁啊？棉花糖吧，原来很懒。棉花糖啊，不想输啊。都很懒的、啊。九零年代看到就是说懒了，到现在还是懒，还是懒。之徒呢？我们等待。你这样叫空同情何以堪？想看的看不到，看得到的懒得拍。哎、欸，小乐，团券是给你 P 的。团券是给你 P 的。是你有要拍吗？还是没有？如果觉得老子很有钱。你就好了，等师徒回来吧，师徒慢慢来。团第一个大成物，流金岁月的、欸，你要换一下号，把灭火之风开到流金岁月。要不要让他们拥有一个大成进来，然后都不让灭火之风跟我们搭的，然后开个流金的。你的常见可以退帮啦、啊，加入还常见可以换个帮会、啊。换个帮会吗？你这样子我看的不是很开心哦。你就灭火跟那个那个师徒换个帮会。啊、流金什么都没有给你，我还给了你一颗大铁，你怎么对我的灭火之风吗？哎、欸，帮主现在在直播。我在直播。直播然后不要太嚣张。然后没关系啊，顶多就 AA 嘛，没什么差嘛，反正我也有神护手啦，就 A 啦。我们还有手机游戏，不要害怕。对，我还有手机游戏。话说梦一百，我在大湖的时候跟梦一百的角色照有拍照，就是超爽的。我直播耍智障。啊，我知道你在耍智障，而且你不是耍智障，你是一直都是那么智障。我下大题了，别逼我。下大题啊，经验组而已啊，没问题的啦。剑侠情缘宣帮战而已嘛，没问题的啦。剑侠情缘没什么做。炼狱技术帮会也没问题的啦。现在直播，五级 PVP，PVE。浩气帮会，剑侠情缘，广大招生中。拜托、啊，这里是韩媒的人多好吗？你在那边，你先看看这个副本里面韩媒的人多，还是剑侠情缘的人多？你再来说这句话。剑侠情缘人少，该帮战喽。直播该帮战喽。直播师傅已经不要逼我把莱克大学写作于傻逼了。好，我跳槽。谢谢剑侠情缘，再见。我可以叫东厂去做一个印章，叫做“杜宇傻逼”哦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印章？我觉得挺适合的，原本适合的。再出锤。啊，这次有比较快了，果然是副那个智慧型物件台杜宇是主号。你觉得杜宇是主号吗？你可以想想，猜我信不信？我杜宇的东西还是不信的。我是不信的。不需要这样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发到我独裁无边际嘛。哦。哇，这年头小号全部靠比主号还要高。真的。哎，就会变成主号啊。不在是不是？不在。笑。好像笑一波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风雅的问题。风雅的问题。现在是风雅吗？这完全就不是我们怎么样，也不是白白怎么样，也不是红红怎么样，是风雅的问题。风雅的问题。你看看，
他不在我到底怎么了？找什么东西？还好都已经回来，真的。搞不你没回来，我就找三姐，然后找三姐就不可能出大题。看我回来多么的有效，就出了一个大题。三姐也不知道，不要告诉他。那个空总还是谁，可以过来帮忙一下到那个扬州那边。啊，你在哪里？啊，你在哪里？因为我真的要跑另外一边拿钱。另外一边。我的包包里只有120,000而已，需要帮忙吗？我看到你现在在哪里，我看我老婆去找你，你在哪里？我等等，我会去老长安那边，然后拿钱，因为有人借我，蛮多的。好，那我去老长安啦。哇哇，老长安，好久没去了。老长安，90年代就没什么再去的地方。老长安，拜托你们不要介绍，我小号身上只有41斤。嗯、我这边身上已经满了，已经不能再用了，所以那我再开一次号过去啊，没关系，可以这样子。我这份号很多，你不用担心，他还可以上开名字都给你装。那还要装多少啊？我现在身上有97砖，我现在要去老长安了。好、啊，那我过去了。我等下就可以请司徒昌月来为我们破解一个都市传说：大铁插了到底能不能交易？就不能交易吗？你不可能差错，就只有那个职业的。啊，说不定啊，这常见的黄色跟和尚的黄色还蛮像的。不要，你差错度，你真的要被扒一扒喽。对不起的，说真的，我一直到老长安呢，等我。你可以用90的试试看啊。他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他打开道具栏看能不能10分钟，看有没有10分钟。穿越90有遇到大铁吗？我有遇到3次啊，只是3次都不是常见啊。灭火好像很惨，蛮悲催的、啊。我的苍云就遇到了3次，我没给你看一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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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虑过要把这只号来喊你。你有没有考虑没有遇过的人的心情？等一下，没有考虑过还没的心情。我看着你的灭火之风，我很难过。你开去帮他拿钱了吗？我一直在咬他啊，我在开第二只了。在哪里？我看到戴月吗？对，没错。确定哦，那我别定了啊。然后先，那不是多少？我直接给你90万啊。你要不要先进来拿大铁啊？先给钱再拿大铁吗？先给钱再聊天吗？然后没有问题。这样还有30万吗？好，我再开一次过来怎么样？120万就一次给我60万，分2次发。也行，我朋友直接塞100万，塞。我身上不能塞100万，我自己也有钱啊。他就说塞60，他分2次。先给我90，然后再。那我先。也行啊，分2次发就好了。我到了。没有没有，我真的好了好了。自助餐一点，他就双十，然后双十挑战去打一打，然后我们就整团带去打神剑种啦，转战神剑种，对啊，我们就撸个双十跟双十挑，披风海格那只，然后再一人发5000当薪水。我、哦、靠，你说哪只？这个都已经，紧张都已经规划好了，对。哦，那我再给你30，那这样就120了吧？对，优良签约。好，那我先回副本了。一颗大铁绑约1年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先出去拿大钱。哎呦，请叫我小红手。对，是小红脚。我刚刚原本拉后第二次，原本想要解出大铁，还好没讲。双十有可能太黑。双十小也打掉了，我一等就我一点就打，如果等的话就下礼拜2个双5就199。对啊，就是下礼拜就打掉了，不急啊。哦。啊，双十记得不要跟空同开的，因为他不打双十的。那我先进本。好，先进。真的很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遇到都是我张云。三颗都终于在95年代让你成功了。对啊。
啊，不过就算常见在九十有遇到，我也不会买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个罩子。我常用。我等等，我还在过去。那个真的、啊，那看它就很像那种黑色铁板，然后上面炒高丽菜一样。炒高丽菜是怎样？那明明就已经就很像哈、哦。你够土了、欸。我问你们啊，它那个最大的可以塞多少、啊？才买的那只？我进来了、哦。嗯。我看到了。好了，不行了，这个。它上面是绑定，不能交易。录音完了，给我。来来，冰雨妈妈。我先拿进来了，拿了90万进来了。快定对。哎、欸，我的空投好有品呢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刚刚我复制一下。按一下好了。不然就60-60这样分了。190万嘛，就先发90，再发30，怎么突然有人加我好友？好，我先塞60进去哦。抱你大腿啊！及早抱成乌爸爸的大腿啊！赶快抱！我先发一次吗？对对对对。啊，他等一下左边。没有没有，我这边有。我点不了。哈哈，我抱一直在那边，然后再出去。来。为什么看我消费29000？我看我消费29万。按一下左边哦。没有爸爸不行，妈妈他卡住了。好，我再去弄一下。我在弄你们的 logo。就为了那四个字，来颗大铁。希望我们团。天天住大铁 ，CD 又进入一年了，哎，一年什么一年？所以 CD 是一个礼拜。对啊，喵喵喵，应该总会出几颗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礼拜。我等这颗 CD 多久了？有没有杜宇啊？对啊，你趁空头去当兵的时候多出几颗，有没有？趁空桶当兵的时候多来几颗。我刚刚是塞60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塞60，再放60进去掉，又要进仙子，觉得有点累。锦上才子是谁啊？我游戏是完全卡住的，完全不能动。白痴吗？跟我交易当然是我啊。哦，你是脑残还是智障？对，我就说的不行。没想到这样霸凌的方仲在那边。刚才抓到我，你猜，我很紧张，因为他是班长，他就心里不舒服，心里一不舒服就想插大旗。你心里不舒服，想插大旗，我就会心里不舒服，选班长。看你要哪个赌鱼。我心里突然。拜拜，下线了。好，我断了。我爱上。你让我去跟你们一起参与。